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其实你的儿子还不知道你会来，你会看到他，所有这个过程他都是不知道的。我们大家可以来商量一下，一会儿你们怎么见面啊？你今天有什么专特别要跟儿子？对对，或者你有准备什么东西要给他？就是做了一套衣服。啊，你做了一套衣服？我已经10多年没给他做衣服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儿子现在准确的身高啊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是按照什么想象做的？我就是凭记忆，我画那个本子记录了。哇，妈妈好棒！西装的尺码。那我们要赶紧商量一下这个完美的计划。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他？我有个好主意。太太，来你说。我就跟他说我要嫁给他，然后我来这试礼服，妈妈也不给他穿上。太简单暴力了吧？我觉得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用这个地方吧。我们就把它当做，因为它其实跟婚纱店也是非常的密切合作嘛。把他骗来，不是，把他请来，把他请来，就说我们这个婚纱店要跟他合作，有个案子给他包。喂，哎，我想要。对，然后那当然我就来做那个嘛。嗯。老板，你挺像的。对，我就是老板。这是台湾投资人。老投资人，我觉得你来当，你看起来就是。经理或店长嘛，店长。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看起来郎才女貌，金童玉女，你们就来试衣服。OK， 我们就好好来构思一下。好 ，Let's go。穿的是什么衣服？是这一家店门童的衣服，没了没了。你不觉得气场很强吗？走红毯都可以了，真的真的可以。这家衣服真的是高级定制服了，蛮不错的，完全合身。哎，妈妈来啦！哎，妈妈来啦！哎呦，天哪，这是谁？妈妈都嗨了，自信自信。妈妈你太美了，冯妈妈你太美了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。阿姨以后在家就这样，而且我觉得妈妈这样打扮出来以后眼睛会说话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帮你孩子做的衣服是哪一套？就是这一套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知道这一套太美了。而且我不认为，那妈妈你拿着，我觉得这一套衣服不是给你儿子的，是给我的。来来，妈妈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因为妈妈的衣服实在太厉害了。怎么这么多儿子脱衣服？谁穿的？没有，谁能穿上谁就是儿子。注意哦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个故事是这样：谁能穿上这一件西装，谁才是你的儿子。灰姑娘，大王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说不定你也可以。这就是我的衣服，刚刚妈。我真的刚刚好。哎，真的刚刚好。对，只有10分钟。哎，我10分钟是。妈妈的手艺真的很好，来，快快快！妈妈应该不想看她的事儿。哎呀，大家都是你的儿子。快，头上还有伤。这个太厉害了。看你能不能穿你，如果穿这太厉害了。这太厉害了，真的超好看，超好看。一会儿的话，那个杨子还有那个舒航，你们两个人会到门口去，然后在车上面去埋伏好，好，听我的口令，然后我会在密室里面用对讲机跟你们来联系，好吧？我让你们两个进来，你们俩再进来，好的，好吧？然后两位就一定要就像这个店里边已经干了20多年的老员工，好吧？黄老师比较像，是对，来，进。就是说有个案子要来跟你谈，好吧 ，OK， 谢谢。Hello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行，那我就现在出发，好吧？好，要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因为他们是做手工西服的，你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。
在在这个门口就可以看到你儿子进门的时候，包括进门以后发生所有的状况。嗯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讲话要小一点声音，因为那道门比较薄，他可以听到我们。不要看到人家说儿子啊，这样就不行，千万不行。你那一套西装好漂亮，而且完全合身。我现在公开的在镜头面前，妈妈，你帮我定做几套，我付钱，高于你的定价。这样，然后你也帮我定几套，他付钱。可以。而且呢，这样的西装穿在身上，永远都会有妈妈的温暖和妈妈的牵挂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冯小东。那你的英文名？英文名冯小东，冯小东。你知道 Prada、Gucci 都是人名，小东，小东，小东西装。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在守候了，应该一凡离我们不会超过五分钟。好的，知道了，瑞哥，我们在这儿等你的通知。Hello，Hello， 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这个是我们新来的品牌，这一块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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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啊、就是您之前说那个冯一凡。对，冯一凡，是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想做这个，就是公益的、慈善的这样一个活动，就是想主打的是一个金婚的概念。金婚的概念是吧？对，然后差不多我想要10到15对这样子金婚的老人。我第一点啊，就是觉得，你们的场地会定在哪里？定在这里还是定在哪里？我要大型一点，户外的，一定是户外的。你大概什么时候做？现在我们定的时间是哪天？大概是之前商量是这个月底。我要考虑到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老人家怕冷，如果你外面穿婚纱，肯定会受寒。第二点，你找户外的话，哎，这个我没想到哎。对啊，所以说奶奶，你既然参加金婚的话，可能就是最年长的，可能就80多岁了。你让老人家穿着西装、穿着婚纱在外面受寒的话，肯定怕冻着。那冻着那就只有选室内了，只能选那要大型一点的室内，就是场地要大一些，好吧？然后现在这边有几个就是想法啊，就是肯定红毯是要走的，红毯。然后因为有10到15对嘛。就是我们希望把这我们的亮点爆炸点放在哪一块？亮点就是所有的金婚老人，然后这是一个公益慈善的活动。我希望在这所有的王老师好。那个我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今天就是之前跟你们说了，就是小强介绍的那个朋友叫冯一凡。你好。然后就是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案子，他不是做了一个成功的一个老人集体婚礼。你很年轻。没有。做了几年了？做了应该有6-7年了吧。这个活动非常的重要，算是我们今年度压轴年底最重要的一个，我觉得就是要做的简单隆重。其实我最在乎的就是大王，就是大概要花多少钱？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，就是大概10万块钱，肯定8万块钱要花在当天，对不对？放一下，10万块有哪些东西？他只是说就是拿十万来比喻，对，一个比例。这个活动的话，我们之前也是做了一个公益活动，也没花很多钱，因为这并不是做生意嘛。我们这个店看起来很体面，但是我觉得10万有点。之前我们那一场公益的话，大概就是效果也很好。当时只花了3万块钱左右，也没做什么推广，我们是纯公益性的一个活动。3万可以做的话，为什么你要跟我讲10万呢？老板他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对不起，因为我比较直啊，我觉得说公益就是你也知道我们付出。对，是的。你现在观察你儿子，从你对你儿子的了解来看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有点不太高兴了，你看他表情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，他不会。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哦。我不要这样好不好，年轻人，因为我可能还有点事，就是不好意思，你3万块你可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有这么辛苦这么难，我就觉得很难。就我看出来，他刚才那最难的并不是吃上，也不是睡上，不是住，就是心里那个压力太大。是的，是的。可是我那个也没办法。
你不能跟给他解决了。对，那个等一下，小夏过来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好好，这个朋友太好了。跟我讲10万，现在有做3万，就1万都没做，那是做什么呢？他现在应该很不安了，现在。对。他们做商量去了。因为现在是他最难、最需要钱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那个，对，我还有事吗？啊，好的，谢谢。那你跟大王再谈一下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行，可以。嗯，好，加油。OK。他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今天好像脾气有点奇怪。今天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老板这边。我很真诚的，既然是做慈善，我肯定是不会赚钱的。我们这个虽然说我们是想把我们这个店的名字给打出去。到房间来一下。哦，好。完蛋了。我要拍他一个人很紧张的样子。我要拍他一个人。现在一凡非常的失望。现在你们要进来，但不要直接奔他去啊！你们现在可以进来了，可以进来了。放心吧，快点，放心吧，长官，好激动啊，长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肯定得说服老板，是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些婚纱。等一下，啊，杨小姐 ，Hello， 什么 ？Hello， 啊，你们在？没事没事。那干嘛、啊？现在那个聊点事情。你们今天过来试婚纱？啊，为什么有相机在拍？哦，那个。那个他好像在拍一个什么梦想纪录片，纪录片没关系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小杰的朋友，然后刚刚我们过来谈点事情。啊，你好，他是做那个婚礼策划，婚庆策划的。我们是在长沙吗？在长沙，对。我不要了，我从来没有看。哎呀，没事，那个怎么样？你们今天看就是什么样子的？喜欢什么样子？就这个一直跟着朋友。啥情况？应该会在这个。我看看，我先看看你看一下嘞，看一下，他们也就是马上就不一定吧，马上就要那个。这个你是葫芦娃系列的吗？这边属于派对系列。那是为什么是5个不是7个呢？他不是葫芦娃呀。啊，不是葫芦娃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没事。你觉得我爸妈可能说？不是，我是觉得，我们可以坐那聊一下。那我来讲一下。哎。可以啊。现在方便吗？你要现在没事。对。你是在长沙做过多少次这种？长沙的话，我做了大概就是婚礼这个策划的话，做了4年了。他说他是那个，可以策划帮我们。哎，对，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，介绍他给你们，可以帮忙策划。就因为我想的是那种就不想请太多人，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亲朋好友或我爸妈之类的，就是属于那种我们两个可以稍微浪漫一点的。嗯，就是你应该做的多的还是传统的那种，就是因为我爸妈是就是所有他的朋友都是那样办的。如果说是这种，人家就是根本不觉得你在结婚。你们就来试衣服，那在他面前有一些状况，让他来化解，让你们幸福嘛。看看他的功力啊！哎，反正他很善于，他不是说最喜欢维护人家的幸福吗？维护，对。那看看他们怎么维护你们的幸福吗？家里面的人来了之后，如果看这花里胡哨，他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不懂？没明白你的点。就是弄的那很欧式的话，他们不懂啊，他们会觉得就特别不正规、特别不正统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小气。我觉得我为什么很小气呢？我觉得没有啊。这个的话，我就是也没关系了，就是包括我们一场婚礼，我们都会做了一个手绘方案，按照你们自己的感觉，我们先画出来再做。所以说你们自己要的感觉，就是你们自己整理好了，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就在家里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看衣服。可能女孩子会觉得。在外地啊，国外可能浪漫一些，对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真的去国外的话，很多人都去不了。对。你出来，咱俩出去，别在那儿坐着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但是我们我爸是不是跟你说了？我爸是不是跟你说过？那你爸跟你结婚还是我跟你结婚？
这婚礼肯定是给家人看的。你是有病吗？那你爸给你订婚还是我给你订？你是有病吗？我梳理一下吧，其实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急，不要来着我店里吵架，求求你们了，拜托。我大概给您讲一下，给你们哦。其实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有的我们年轻人会觉得在国外办肯定会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就是亲朋好友见证是最好的。但是爸爸妈妈就会这块的话，我们觉得就做的很多嘛。爸妈觉得就是我女儿儿子结婚了，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，告诉所有的人，请所有的朋友过来吃个酒，告诉的。所以说最后我们折中的就是我们把设计做的就像偏西式一点，偏浪漫一点。这样子，今天来我们店里那个主要也是为了那个礼服。对，你先看一下西装吧，好不好？关键是我们先去量个那个尺寸，好不好？我也带那个洋洋去看看婚纱。我们先说我们自己的那个，我们自己那个事儿，我觉得就是基本上，我刚刚有又进去问了一下老板意见，差不多就是没有问题。嗯，我们到时候的那些礼服啊、婚纱呀、啊，全部都是我们店自己来做的。然后到时候你肯定会在现场，对吧？我们所有工作人员，我也希望从我们这边来定制一个服装，然后给你做套衣服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那个杜师傅，我们给他量个尺寸吧，好不好？啊。这边这个是吧？我要给他好好量一下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格子怎么不一样啊？对，那条裤子被烧烂了，在婚礼现场，就是被那灯光烧烂的婚礼现场，我站在那里不能动嘛。然后影响整体的婚礼效果嘛，然后灯光就照的是哇塞焦了，这也太惨了吧，你不疼啊？本来是一个很美的画面，如果哇这么一动，真的会影响我就只能这样子。那你身上肉没事吧？肉红了。皮肤呢？皮肤有点点就是烧伤了。烧伤了？烧伤了，对。你就让它烧着呀？就让它烧着，对啊。你一个这么关键的环节，到时候摄像机跟摄影师都在那里拍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突然抖一下，你看怎么效果就会好乱的。哎，你妈知道肯定会心疼死。没告诉我，你不敢告诉你。是的，你没办法。是的，也没事，但也不知道。没怀疑，没怀疑，对。哎，你爸妈做什么的？我妈妈也是做服装生意的。你妈会给你做衣服吗？我妈老给我做衣服。不做。不给你做衣服，对，秀可傲了。你不是要做服装生意吗？不给你做衣服？不做，就不跟我做，跟我爸做。我的衣服都是买的。啊？对。他是怕给你做的不好？不是的，就是他有时候给我买的衣服就买超大码的，可以穿几年的那种。可以穿大码的。好的，那个就是给衬衣。哎，夏经理。啊，你好。我就是刚刚。你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不是，到时候我们做那个。我们那个慈善活动现场，您不是说希望衣服都是我们店这边等一下高级定制吗？你多高？好久没量过了，我看一下啊，应该给我测一下。那我看他的，我看他的码。对，不用做啊，不用做。我们店里好有一套现成的，我们有好多套现成的，最近客人留下来的。等一下，你在这边等我一下。好的，做好的那一只。对，我拿给他。对，之前好像有。那都凉了，做一个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好热心啊。其实做慈善嘛，能够省，能够用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这一套你穿应该特别合适。你自己也是想。那你觉得呢？来来，试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行，可以。你整套换出来，我们。好的好，谢谢。爸爸，时候，为了省事，总是把你的衣服做得很大。
到你的照片，小时候的照片的时候，觉得很愧疚。上次你到我店里来试了我给别人做的一套衣服，你说你很喜欢想要，我没给你，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今天妈妈特别过来看你，给你赶制了一套衣服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希望你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穿上妈妈给你做的这套衣服，也算是妈妈给你的一点支持。儿子加油。都不要怕，慢慢来，什么都没有什么，只要自己坚持就好啊。什么都不要怕，慢慢来。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疼妈妈的怀抱，幸福难忘。无论儿子走到哪里边，妈妈永远都会是牵挂。但是我相信，正是妈妈的牵挂，可以让儿子走得更远。这就是当儿子前行的动力，对不对？我是准确的妈妈，现在女儿就是要创她的事业。有一次他一到了长沙，他就没有打电话回家。凭什么轻恨我？任何商场都有条款的。危机被商场撤掉吗？末位淘汰制，周转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每个月都在亏损的。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梦想一次性毁灭之后，以后再想把它燃起来，就会很难再有这样子的动力了。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能死。我本人对他有信心呢。静静的早上，露水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，远方的妈妈，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？回想这么多年以